前推了，是这一把。我去！啊！嘿嘿，居然是骗子！怎么看他的手链？有这个链子尾巴的，就是假的，对不对？有这个链子尾巴就是假的，没有链子尾巴就真的是吧？啊！不要放战绩，不要放战绩！我跟你们说，不要放战绩，不要放战绩啊！服了，这点距离都能摔死。有红灵入侵，我可以先砍他。哇哦哇哦，他用的什么武器？等会儿，弓箭手不怕，拿过来。一，对，冰骨。好，安全。不要这样子，我的魂，怎么会这样呢？走吧，经典争吵话题，是我孤陋寡闻了。我看看怎么往上走，这边可以往上，这边。